日前，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突然地对周永康涉入人体器官移植黑幕进行指证，引发各界强烈的关注。很多人纷纷感叹说，以前觉得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道难以置信，现在看来应该是真的。一位大陆的前检察官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谈及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历程。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报道。黄杰夫在三月中旬做客凤凰卫视节目时谈到，中国存在肮脏的人体器官移植利益链，周永康落马才打破这种利益链。黄杰夫的指证虽然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关注，实质上并没有多少新内容，大量的事实和证据早在2006年开始就被新唐人和大纪元等海外独立中文媒体持续曝光。尽管如此，很多民众对于这一消息还是震惊，活摘传言居然是真的。大陆前检察官沈良庆也经历了类似的认知过程。关于活摘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法轮功学员的活摘问题，最早我听说辽宁马三家一开始他们揭露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老实话，我是不敢相信的，因为就是那个当年二战时期德国法西斯，你不敢大规模的这样搞。一开始呢，我是觉得呢不可思议，这是最初的感觉，所以一直我不跟你谈这个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披露出一些证据，我相信了。沈良庆表示，黄杰夫的讲话等于把中共活摘的直接证据抛了出来，同时也曝光了自己的屠夫身份。他认为黄杰夫本人也应当被送到国际法庭审判。黄杰夫一年之内做了500例，据他自己讲，他做了500例的肝脏移植手术，其中只有1例是器官捐献，不是捐献的器官是从哪儿来的？中国每年枪毙的死刑犯人有多少？当然一部分是盗用死囚器官，这也是极其不人道的。但是除了盗用死囚器官之外，因为死囚没这么多。2010年3月26号，南方周末曾发表一篇题为《器官捐献迷宫》的文章，指出2000年是中国器官供体从短缺走向丰富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周永康执掌公安部与政法委前后，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器官移植大国。沈良庆指出，周永康活摘人体器官的罪恶自然难辞其咎，但是这件事情显然不是他一个人能干得了的。他认为这是整个中共统治集团的罪恶。旅居美国的中国作家何青莲在美国之音发表评论文章，认为2002年到2003年任中共政法委副书记和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毫无意义，应该对2002年以后发生的死囚器官移植负责，但是在2002年以前应当承担责任的则另有其人。文章提到，2012年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事件后，大连的尸体加工厂哈根斯生物塑化大连公司也被查封。时任辽宁省省长的薄熙来率先涉入了死刑犯尸体买卖，然后周永康成为死刑犯器官买卖利益链条的始端。而这背后共同的线索，就是1997年到2007年担任中央书记处实际负责人的曾庆红。曾庆红在任职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一直主管政法委工作，直到2002年，政法委书记罗干在中共16大晋升政治局常委后，政法系统才不再向曾庆红负责。黄杰夫的指证是中共首次曝光周永康涉及器官移植黑幕。何青莲认为，如果不是为了扒周博反党叛党集团的皮，激起公愤，中共不会将这件事情拿出来公示。由此可猜想，办理周案遇到的阻力很大。这些年来啊，国际上这个压力也比较大，就是法轮功一些或者是法轮功学员披露出来，外界还是半信半疑，不是敢太相信。到后来慢慢的，因为确实中国这么多器官供体从哪儿来，引起整个国际社会、国际舆论的关注，压力非常大。他如果不转的话，因为这个事等于暴露在阳光下呢，大家都知道有这么回事。沈良庆还呼吁，应该长期追溯活摘器官的刽子手，不管逃到天涯海角，也不管是何年何月，绝对不能容忍。